你怎么冒险这么个地儿？小时候我爸妈带我们来我这儿，在这里许过愿，你们就别跟过来了。这不可能。遇到情况你一个人应付不了。这样，我们远远的跟着你，尽量不让他发现。你的任务就是尽量稳住他的情绪。拖延时间，一有机会我就会救下他们。 叶涛，你终于来了！这可是工程队炸山用的，只要我这手指头轻轻这么一动，整个这个山头就没了。 刘涛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一向不守规矩，你带了多少人？武警特警全来了吧？没用，你告诉他们，再往前走一步，全这么完蛋。我真没想到是你干的，你没想到的事儿多着呢你。我告诉你，刘涛，别老拿自己当天才，啊！以为什么事儿都在你掌握之中，你差得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随便布个局儿，不就把你玩的团团转？要不是江一波手下那帮废物坏了事儿，恐怕你进火葬场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，你知道吗？ 刘伟，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：这些事都是你干的吗？对，是我干的，快10年了，我一直在等，等这个机会。当你开始接手龙兴公司的案子。
我就知道这个机会让我等着了。刘伟，我刘涛，对不起你吗？你为什么和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？是啊，你太对得起我了，你们全家都太对得起我了，哈哈，对得起。就因为你爸是长子，你是长孙，这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你们吧。你爸就可以继承家业顶一百班，我爸就是在工厂里当一面的修暖气的。你凭什么？对得起我？刘涛，全家人千方百计想让你上学，学医，你看都不看。有人问过我吗？我也想继承家业呀、啊，我也姓刘啊！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自己跟爷爷说呢？我说了，可有用吗？所有人都觉得我笨。你聪明，从小到大，每次家里聚会，所有人都在夸你吧。我们刘涛多好啊，多聪明，多懂事啊，长大一定有出息。有没有人想过，我也坐在那儿，我也是孩子，我也需要大人表扬啊。谁搭理我？谁搭理我一个水暖工的儿子？你一个医生的儿子，想当律师轻而易举，我行吗？我一个水暖工的儿子，我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刘涛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得比你多付出10倍、100倍。你他妈凭什么？你还真拿自己当天才了？你不过就是命好罢了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呸！刘伟。你好好想一想，从小到大，我都在一直在帮着你，知道吗？对，从小到大，我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全是你，还有你爸赏给我的。我在方正事务所，既忙里又忙外，白天忙完所里的事儿，下了班我还得帮你操持家里。方正事务所要是没有我，能有今天吗？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看你一天到晚盛气凌人、自以为是那样儿，今年你跟我说个一个谢字吗？小伟，对不起，我欠你的，我现在就可以还给你。可是盼盼跟这件事没有关系，你把他放了吧。怎么没关系？孩子他妈妈呢？要不是因为你，彤彤她能死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彤彤是怎么死的？彤彤是你给害死的，是你霸占了她那么多年，其实她一直都不知道。真正爱她的人是我。过生日，
他竟然不在家陪你。你喝多了。等等，等等，你今天为什么喝多了？让我自己心里好受点。这么多年你和刘涛缠绵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干什么呢吗？小伟，你喝多了，你赶快走吧。今天的事儿我跟谁都不会说。干嘛老叫我小伟啊？我比你大，你不叫我师哥。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哥吗？你听我说，说我对不起他，你怎么不说他对不起我呀？这么多年吃的穿的用的，他什么都不算，家里人什么都宠着他，把他当心肝宝贝儿，说他聪明。我笨吗？同样的机会给我，我比他强十倍。小伟，你冷静点，你哥马上就要回来了。彤彤，你不用骗我，他什么时候回来我比你清楚。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彤彤，人家女孩追我，我从来都没动过心。他们问我三十几岁的人了为什么不结婚，我是心里有人的，我是心里有你呀，彤彤。我就是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，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了刘涛。要不是为了你，我凭什么在他手底下干这么多年呀？你疯了！你疯了！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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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伟，你别这样！救命！你知道吗？从你开始接手龙兴公司的案子，我就已经和他们的老板江云波联系上。他们本来想收买，可你软硬不吃啊！你说你他妈不是找死吗？是我提出了后来的计划。你不是一向认为法律是最公正的吗？我就让最公正的法律来定你的罪。别总以为天永远在上，地永远在下，这个世界经常是颠倒的，你知道吗？经常是颠倒的。怎么样？到了今天，
你还是输了吧。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吗？对。从你踏上南山的第一步，我就跟上你的每一步，每一步一举一动，我都在后面瞧着你的。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么一步一步一步掉进我设的圈套里。刘伟，我承认你很高明，我输了。我现在就求你一点，你把我孩子放了，你把盼盼放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，我拿愿意拿我的命偿他的命，行了吧？你配跟我讨价还价吗？你这是认输的态度吗？给我跪下！我给你跪下，你千万不要伤害盼盼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咱们小时候到这儿来玩过吗？爷爷奶奶让咱们站在这许个愿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许的是什么愿？我告诉你，我许的愿望是，当我站在这个山顶上，看着天空的时候，我想知道真正的死亡是什么感觉。呸！别他妈给我来这些酸的了！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我许的愿是什么？我许的愿是，我将来要比你刘涛强，强100倍。哼！我刘伟不再是谁都可以踩上一脚的小虫子，我要做人上人。我终于做了。是吗？是吗？是，你做到了。刘涛，给我站起来。慢慢的走到悬崖边上，给我跳下去。你跳下去，我就放了你儿子。我给你最后的机会。刘涛，
哈。余局长，谢谢。希望你以后能够相信别人，相信在这个世界上，好人还是绝大多数。我会的。盼盼，哎，待会儿你爸来了，一定乖点啊。嗯。阿姨今天穿着这衣服可真好看。好看吗？你个小屁孩，懂什么好看不好看？就是好看嘛，比你原来穿的大旧棉袄好看多了。再说我揍你！盼盼，来，哎呀！嗯，哎，怎么样，爸爸？啊，乖乖，有碍事情没？我第一次看你穿警服，还挺好看的。我们一般平常除了开会很少穿，
他跟我说他好看，他还要打我呢。再说不揍你。潘潘，饿了吧？以后啊，不要惹阿姨生气啊。咱们待会儿去吃个饭吧。我就不去了，你跟盼盼去吧。潘潘，阿姨说不跟我们去。我们去。走，他们来做主啊！来。好，阿姨陪你吃饭。看看这个呀。阿姨抱你吧。来，豆腐。咱们待会儿吃什么呀？啊？吃什么？我吃什么都行，拌饭吧。那怎么行？这顿是补上大年三十年夜饭，地方你来定。拌饭。你想吃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吃肉。又要吃肉？阿姨，你别跟我，我一出月你就给我买枪吧，咱们先买枪后吃饭吧。好，先买枪。哎，这样吧，你们俩去买枪。嗯。我们先去办点事儿，咱们待会儿啊，到鼎鼎香酒楼去碰面，好不好，范范？范范，跟爸爸说，待会儿见。待会儿见。来，见不散。哎，乖啊，听话啊。盼盼，你再胡闹不让你玩了啊！看见了吗？再不听话，也给你找一个当警察的妈，把你管起来。阿姨愿意当我妈妈吗？走吧。哎，你爸该等急了。你把它包起来吧。好的。盼盼，嗯，你爸平常最喜欢什么呀？我爸平常最喜欢我。我知道最喜欢你。阿姨问的是东西。我爸爸最喜欢妈妈的照片。盼盼，爸爸平常抽烟凶吗？凶，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抽烟可凶了。来，盼盼，嗯，挑个你喜欢的，咱们一块儿送给你爸爸。这花一共多少只？这花一共十五只。哎，范范，还记得你妈长什么样吗？记得。来，跟阿姨说说。嗯，长头发，大眼皮，长得可好了。嗯，老爱让我喝牛奶，我记不清楚，就问我爸爸吧。哎，这事儿不能告诉你爸。你要跟你爸说了，阿姨就再不理你了。听见没有？您好，请问几位？三位，随便坐吧。行，找个地儿。阿姨就坐这儿，我把椅子就看得见。好，就坐这儿。
了？干什么呢？有你啥事儿吗？这有你事儿吗？有你啥事儿啊？没你事儿，赶紧给我滚！滚！听到没有？听到吗？滚！小屁孩不学好，家长怎么教你们的？啊！乖，盼盼，我们再等爸爸一会儿，好吗？我真的饿了，就先吃一点儿。听话，盼盼，嗯，就等一会儿好吗？
两位，请跟我来吧。给您拼下桌好吗？不行，我们的人马上就来了。那您什么时候点菜？你再等一会儿行吗？我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？小傻瓜，你爸给你买礼物去了，好让你高兴一下。我爸不早说你要是我想要的，他都会买给我。真的？嗯。我就想要妈妈，可妈妈从来没有回来过。来，盼盼。来，盼盼。阿姨跟你说啊，其实妈妈一直在你身边呢。那在哪儿？你看那儿。